我决定要把那个故事搬回一下到主线。搬回来，搬回来，搬回来。这时候，真正的风情万种的谢老板从课间的后面走了出来，杰霞客突然感到一阵心动啊，他就握住谢老板的手，深情种种的对他唱。今夜星光闪闪，我爱你的心满满，想你一碗又一碗，把爱你的心都填满。画风不对啊，想吃爱情的苦，做你的小公主。这可以，这可以。然后就开始养伤了，养伤养得好草率。前一秒还在说 rap。